家傍晚好，大家傍晚好，我开到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等等等。大家傍晚好，欢迎来到安迪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，粉丝们傍晚好，大家安家好。大家傍晚好，今天要炸这个什么鱼，拖鞋鱼呢？这个是那个六妹那个奔着买的拖鞋鱼，放很久了咯，现在来炸。我腌那个盐还有那个黄姜粉一茶匙，腌一下，等下要炸的时候把这些水分倒掉，然后放一点咖喱粉下去炸，放住旁边先去炒菜，炒菜擦菜擦菜擦菜，大家傍晚好。炒榨菜，榨菜，这个我刚才腌的，哎，不是，放错了，这个我刚才腌那个盐调味料，还有胡椒粉、葱头油，我现在放一点那个粉下去。给你煮菜啊，给你有空啊，不要找回煮菜啊，煮菜啊。大家傍晚好，挖一下，这个炒榨菜啊，今天炒榨菜，那个榨菜那个什么啊，那个西兰花买很久了，西兰花买很久了。你煮颜色也是不对，结果啥面我要看啥的好是吧，你看它不脆啊，脆的，脆的不放水啊，啊？我把蒜炒一下，然后放点鱼，放那个瘦肉下去炒。大家傍晚好，傍晚好，傍晚好。今晚煮什么菜的？今晚煮那个炒杂菜、番茄炒蛋，还有这个那个黄姜粉，我腌黄姜粉拖鞋鱼，这个是拖鞋鱼，一个白白，一个黑黑的。100克，不要放这样多，等一下吃不完。我放100克，然后就腌那个盐，调味料、胡椒粉、葱头油，然后抓一点煮粉，
一出出火。这个叫什么？番茄里不加黑。要洗啊？今天煮三样菜，今天煮煎蛋块的，今天煮煎蛋块了，全部放下去啊，五元就是啊，放啊，放啊，五元就是，放放放，这个刚才有酸菜啊，酸菜要炒比较容易炒。所以它干干了，我要放一点水下去，大大无水分，放一点那个，放一点，放上去的蚝油，放一点盐。放点调味料，它把它开空间很热。好热，要热的。今天没有下雨就很热哦。反正不要去喊你，青菜架，量快一点，快一点就很多了哦。一粒那个西兰花，半粒那个椰菜花，还有一包那个小玉米，一点那个红萝卜。爆料。
好料。要挡的，好重啊！要挡的，好呀。来，完成了，西兰花炒杂菜完成。番茄炒蛋，我的番茄炒蛋，这个有皮蛋无力，番茄炒蛋啊！大家傍晚好，粉丝们大家傍晚好。一个人直播，对咯，他们都是做工没有空。青菜籽青菜酱，要不然去外面哦，有时在讲，哎呦，今天要吃什么？哎呦，今天要什么？青山有没有拖鞋椅买卖？笨珍，那个去面去笨珍买的，去笨珍买，有啦，这边有卖，我有看到那个 T H 啊，有卖，有卖拖鞋椅。他会快的，奇怪。进来，有水分是吗？先蹭蹭蹭蹭蹭蹭。来一个。这个是四粒米蛋。阿乐在叫乐啊！阿乐在叫，没有人啊，陪他，他在叫。无人陪伊的，叫叫叫。冰箱拿出来的，所以它就比较没有像，它的热度没有这样快哦。冰箱拿出来的，番茄叉冷叉冷，番茄叉冷。番茄炒蛋哦，要是喜欢吃软软的蛋呢，就不要太焦；要是要吃那种香香焦焦的蛋呢，就先焦一点。看喜欢什么口味，自己就看自己煎。咖冷咖冷。把冰都给我藏吗？啊？一个下去，这个几粒这样多？三个，这个几粒？三粒啊？要不然只有几粒？啊？
没炒。对，盐，放点调味料。然后煎一下，等下那个番茄煮一下，比较香。今天番茄没有红哦，放点番茄酱下去。大家傍晚好，是青菜是青菜酱。存在冰箱要煮比较容易。电话进来聊。OK 了。今天放比较多那个番茄汁，放比较多番茄汁给你们放。番茄炒蛋完成。
煎鱼呀、啊。好像很多油哦。要热我一下啊！这个那天炸那个炸肉圆的油，我留起来可以今天用炸。今天要假期过了，对，所以会比较空咯。假期过了就没有这样忙了。七妹在切啊，七妹在切。你阿七弟往搞干去。有点大呀。那个热锅了，那油拿一点上来，很多油，哎，对水来啊，小油，油了，看怎么看？嗯，看到。火很热了，关注一下啊！刚才没有空，顾客打进来。这个我那个腌那个盐跟那个黄姜，我跟它水倒掉啊。那水柜要倒掉。那个这个我关注了很大火。我等一下乱喷啊！我一点那个咖喱粉下去，我点咖喱粉。也有点辣辣。
这个上次给的放住没有煮，还煮有点一点辣辣。要放这样多哦，放一茶匙就好，怕太辣。对对对，放一茶匙给他，放几汤匙而已。那个我很热了，关火了，太热了。等一下下去哦，碰到你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要咖喱粉，我一点咖喱粉。你爸爸是咩爸爸？咩？我一点粉。刚才腌那个黄姜跟那个盐，然后把那个水分倒掉了，现在我抹一点咖喱粉。待会又让它又，喝呗。要两对一相对一下。拿锅面的铁锅，要是你要煎什么煎的锅咯，它就比较滑，那一下去比较滑，就不会比较粘，不会这样粘，不会粘锅咯。要记得煎它的锅咯，不要冷冷就放下去。大家傍晚好。安静是要准备炸料的温热锅温盖，不知道会喷吗？怕它喷，会把食物食材靠近镜头拍呀、啊，会喷的嘞，会喷的嘞，会吗？应该很清楚了啦。今天街壁没有这样塞车了咯，刚才有很热，我就把他那个我关注接下来有顾客打进来，所以哦，忙住先，会痛吗？我去帮他生痛。让我们两个连在一起。
这蛮好的。这个头啊，拿来，没有看到头的，它是没有头的是吧？我只看到它眼睛，没有看到它头的，然后肚子的那个内脏是拿掉的。一个要煎两次，五条。炸啦！我抹黄姜粉，然后抹一点那个，喂，他太急了，他睡觉，我睡觉，我放心放心了。而且不可以太急，会困去啊。看这边来，那个黄姜粉，然后放一点咖喱粉，它很美哦，红红哦。我也要给你买一个弯的无缝盖啊，可是那个皮哦，越厚的哦，它会笨哦。这皮没有浆厚应该还好哦，要讲得让它笨哦。这蛮大气一下的。很香一下，有咖喱粉的味道，很香哦。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鱼？这是那个龙舌鱼啊！我刚才看粉丝写龙舌鱼，我们又叫拖鞋鱼，因为它是一个扁扁的。一个扁扁的龙舌鱼啊，他们讲龙舌鱼，又叫拖鞋鱼。很香一下，有抹一点咖喱粉很香。还要白白白呀！我沾一点。这个呀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呀，不要笨，我在那边笨。哎呀！哎呀，他不要给我关，他不要给我关啦！哎呀，这差不多了。这个是白的一面，这个是黑的一面，它两个面不一样颜色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是黑的这边，这个是白的。哎，这个是白的这边，这个是黑的这边，一个白一个黑。差不多了。那太久，等一下磨吧，切啊。我们外面蛋果鱼炸到薄小小只哦，炸到薄薄脆脆哦，你要试试。快点试，试了一下。
是记住这个铁锅要热，热了放下去炸，真的有点像拖鞋，对啦，它这样扁扁啊，这样扁扁。我们台湾叫白带鱼，这个不是白带鱼啦，不是白带鱼，是整条长长的包公鱼啊，啊啊，包公鱼好像是黑白鱼啊，那个三四公啊，哎，那个黑白鱼叫三四公啊，三四公是啊，黑白鱼叫什么鱼啊？黑白鱼啊，哎，不是叫黑白鱼，那个叫什么鱼？左口鱼。左口鱼不知道哦，左口鱼。这个我们笨真是叫领地龙舌鱼，然后我有看过飞速有人放叫拖鞋鱼，蛇龙鱼，龙舌鱼，龙舌鱼领地，龙的舌头。还有一个白，你看这个是白，然后这边是黑的，白鱼。一边比较多肉，一边的肉会比较少一点点。黑色的比较多肉，白色比较没有肉哦。这样，哎，蛮大只哦。这个很大只，还蛮大只的。可是它的头看不到，只是一点点哦。这很大只，这个是薄的，黑色是厚的哈。应该是吧。是不是这样？我的表妹他们就很喜欢吃的，因为觉得它的肉好甜甜滑滑嫩嫩这样的，细细啊，然后那种大鱼好像他们比较吃。我觉得那个蛇口鱼也是好吃的。蛇口鱼吗？哎，一边白一边黑。黑白鱼啊。黑白鱼啊，也是好吃的。上完哈，大姐，有些人叫扁鱼。扁扁啊，这个就没不懂哎，因为我们笨珍那边多数都是叫龙舌鱼，领地，领也几片，是吧？我们家有没有什么这样香，快一点那个感应的。Everyone， 还有那个姜粉的味道，还有咖喱粉。这个薄哦，那个就比较厚哦，一点薄一点厚。这个好像不多是吗？五只哈？五只啊，够了啦。嗯，这条。我在家里我一个人可以吃三只条，可是是比较小只的，两大只。两大只。因为我怕那样买太小只哦。等一下哦，不懂他们会不会吃，因为哦，这种哦，它的骨头啊，旁边的那两排骨头啊，我们是照会吃，我们是直接咬，然后哦，也是吃下去的，所以我就不敢买太小只。等一下哦，成龙哥谁好讲，哈，你买这小只鱼，全部骨头都没有肉，我不懂会不会有人欣赏哦，就买一点点泡，还好啊，还有下次我就买小只鱼，小只更好吃。小只的只是去那个肚子的骨那，啊？小只是肚子的骨那，还好啦。这个叫龙舌鱼，啊，我也是在飞速之前我看过人叫拖鞋鱼，可是我不懂是哪一个地方的称呼，可是笨正是叫龙舌鱼，叫灵记。这种鱼是啊，应该好啊。哦，这个啊。这个我那时买的时候蛮贵的，因为它的货不多。也有卖的。对，我刚刚回来。这是最后一道啊。最后一道。先煮三面比较快。应该差不多了，然后换一点那个橄榄油那比较多。来一根皮的，一根皮的。我看到皮在里卖。这个一根皮的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哎。明天我去看一下。
上个礼拜哦，去找朋友，然后过后就听到那些卖就是卖刺那些人哈、哦，就问姐姐说：“哎，是笨针啊？哎，笨针衣哦，特别贵哈、哦。”我不知道。对啊，笨针衣贵啊，因为还钩抓上来比较贵啊，对，是的，是啊。嗯，但是那种印尼衣不便宜哦。就他们有讲会分颜色，好像你是笨针衣还是印尼衣，或者是讲它的颜色就是可能比较黑呀、啊，还是比较白呀、啊？他们说一般印尼不一样的，不知道我只会吃罢了。试一下口感不一样的印尼衣，哎、欸，那很好吃哎、欸。好歹它不会笨，要不然惨了。我在意我粉。看了一下咖喱粉。咖喱粉是上次那个讲巴沙巴吉那边的那个、啊。巴沙巴吉哦，那个好像没有。麻辣的。麻辣的。有带看吗？哦，这个的。马多。但是巴沙巴吉他给的啊。你要拍的人可以拍起来呀、啊，放远一点看。这个。OK 啊，来拍拍。你们可以去找看这个，一二三，咔嚓 ！Yuki， 你有拍吗？我拿一汤匙出来给你看啊，拿一点点。这它的颜色，拿远一点看比较好。傍晚好，大家。这一块蛮好的。哇。咖喱粉比较辣的，如果你们可以吃比较辣的，你们可以去找看这个牌子。晚上好，傍晚好，傍晚好，大家，今天我们的三道菜都已经好啦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就第三道，我来帮忙结尾，帮忙结尾一个安迪一起做招牌动作。要来买菜啦！你们吃好了没有？家里还有剩很多月饼吗？有。我在 Facebook 看很多人 post， 你们家里还会不会有剩很多月饼？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月饼呢？容易啊，放在肚子里面。跟肚子讲，我喂你饱饱。喜乐爸爸。好啦，我们第一道菜是哪一个？这个菜哈、啊，第一道菜是这个，还有一个是番茄蛋，花椰菜，番茄蛋，什么龙水鱼？哎，龙水鱼，安迪，你第一次煎哈、哦？那是有煎过吗？有吗？好像没有嘞，是吧？没有啦，我没有买过小只的这个，我第一次买这个。上次我买那个是软骨鱼是吗？哦，软骨鱼笨死人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软骨鱼现在很贵呀、啊，那鱼什么都贵呀、啊，要讲起三倍呀、啊，那个价钱。来，好了，来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晚餐已经煮好了，接下来让安迪做好招牌动作，拜拜。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， 拜拜。我们今天的三道菜，拔菜。然后番茄炒蛋，我不可以带茄，它会痛筋。还有那个，接下来我就拜拜啦。拜拜。哎，安安，finish。